大家好，我是洛杉矶的地产经纪阿伦。那我今天呢早上是带着任务哈，在尤巴林达给我一个客人呢寻找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房子。我刚才看了房子之后呢，觉得这套房子无论是它的户型啊，它的保养的情况和它的位置啊，和它的周边的环境都属于在尤巴林达啊性价比非常高的一套。所以呢我也特意录一下这个视频啊，给所有的粉丝啊，给我的客人们介绍一下目前在尤巴林达四房三卫2593尺的纯老美的房子啊，它的价值是多少。这个地段呢位于尤巴林达的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社区，所以大家看到挂这个美国旗子啊，基本都是老美的住宅。地段非常的安静，那它位于这个边户，所以呢和周边的邻居呢距离也很远，十分的安静。前面一个公园，没有任何的噪音。我们进来来看一看前面这个自己家这个前院啊，小花园一样啊，这个空间感也非常好，绿草地啊，住起来很有这种家庭的气氛。这套是1990年建的，占地6600尺，室内面积2593尺，它的户型非常的好啊，进来这也算是一个高级家。今天是阴天，要不然的话这屋子里采光是很好的。那进门左侧就是一个卧室，这卧室可以欣赏到屋外的美景，而最关键这个地方非常的安静。套房，进门是一个客厅，这边是餐厅，餐厅可以直接有落地纱窗，可以直接到步入到后花园，户型很好。这是厨房，房子维护的也很好，还有个小的中岛。那从厨房呢就步入是到了后花园，这个占地很大，6600尺。那从这儿呢到著名的尤巴林达高中的话只有8分钟的车程，到尤巴林达图书馆的话也只有5分钟的车程，所以非常的便利。要到那些尤巴林达大道那些附近的那些帽的话近在咫尺，非常方便。房子中规中矩，非常的干净，户型也很好，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房子，在市场上来说性价比还是非常的高。这是家庭厅，洗衣房，还有一个 sink， 一楼有个私密的空间，共用的卫生间，空间感很好。二楼的大主卧，窗户也很大，主卫，二楼的第二个房间，次卧，第三个房间和主卧面积差不多，住起来很舒适。
那给大家来猜一猜哈，那目前在尤巴林达啊，这个是90年建的房子，四房三卫，2593尺，占地6600尺的房子，价钱是多少呢？